爆米花夏季棒球联盟第一轮的季后赛呢，是排名第二的崇越准鹰呢8-3击败了台电啊。因为这一个季后赛是打3战2胜制哦，那换言之，等于是今天赢球的球队呢，就已经是一个听牌的状况。那明天呢，两队将要在这个洲际球场再来进行3战2胜制的第二场的一个比赛。这场比赛是这个李维斯呢是获得了这场比赛的一个胜投，那马杜纳度呢则敲出了胜利打点。那我们也请球评曾华总教练来谈一下这场比赛你的看法。是，谢谢主播哈。因为这早上刚刚开始大球场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两队的一个打季后赛的心态跟打一些就是可能在爆米花的例行赛都不一样，因为季后赛就是3战2胜制的，一定要派最好的投手跟最好的就是野手的，就是第一到第九棒的这个状况。当然，但是从业的部分就是有一次他真的是投了7局好球，真的是好球，真的是无可厚非，就是在最短的这个就是好球数这么短的时间，是70几球就可以换下去，其实也是结果是好事了，因为毕竟他们的打击群也是串联的非常的好，不管是教练的一些战术的运用，跟垒上有人的这些高飞牺牲打都能做的一些非常完美，我是觉得这个他们在打明天的比赛的话，或者是打后面的一些季后赛的话，又照这样子的一些教练的场的调度，跟一些教这些球员的一些本身的能力的一些把自己的本分做好的那些能力能提升的话，我相信要打进总冠军的冠军是有机会的。那反观台电的部分就是其实我们还是要注意，就是说他们的先发投手的稳定性，跟他们的一到九棒的一些功能性，其实要分得很清楚。什么样的角色要扮演什么样的一些上垒的一些机会，来让得点圈，让中心打者能打出来。啊，后半段的一些打击群的一些，就是我们讲的一些，就是代打群，或者是代打守备，或者是先发中继救援的一些部分，都要随时准备，因为毕竟季后赛是打一个比赛定输赢的比赛，而不是在做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调度了，不要像这样打一个爆米花一样，是打一个那个就是例行赛一样。是的，那明天呢，这个、第二场比赛将在中午12点继续在洲际棒球场来进行，也欢迎您到场或者是锁定我们的转播了。今天也谢谢邱平曾旺的总教练，更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再会。Just like you do. Say my name, say move your hips, smiles, get through the beat. Baby, can't you see that you're the one for me? I'm a man who's with the dreams I set, gonna pull you close to me. I may not know much, but I know that. When I found you, I know you felt it too. I'll take you back to my room and let the heat resume. So we can see the things in the thrust our hips and sweat trips off of you. And baby, how did you do it like you do? I'll hold you close, look again, that tone when I whisper this to you.